在股市中，如果没有一套正确的方法或工具，操作股票就像在大海里寻找针一样困难，挑选出对的股票成了难以企及的任务，更别提赚钱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很容易受到市场的影响，听信名牌或小道消息，压住孤注一掷，这是一条充满风险的不归路。因此，拥有一套正确的分析多空的工具至关重要。这样的工具可以帮助你在股票市场中找到正确的方向，真正实现在股市中赚钱的目标。无论是在波动市场还是熊市中，这套工具都能为你指引前进的方向，使你远离盲目跟风和听信谣言的陷阱，让你在投资的旅程中更为坚定和稳健。张宇明分析师在 YouTube 频道里面搜寻的关键字，然后完成订阅按小铃铛就可以持续来观看追踪张宇明的 YouTube 频道。